主料，鸡腿8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、姜、大料、白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鸡腿剁块，用清水清洗干净备用。锅里放少许油，放少许白糖，待白糖融后起沫，倒入鸡块，待肉翻炒变色，加入白开水没过鸡肉即可。放入适量大料姜片和葱段，待汁收干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收汁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，这样肉会比较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